我们的是一套极具王杰西魔术师风格的操作。王杰西继续攻击，高一些危险，王杰西翻身，高一些躲开了，寒冰分扫帚强化，上了上了上了，王杰西高一些两人正面碰撞。哇，新秀赛不是表演赛吗？怎么打得这么激烈？表演赛为什么不真打？里面的弯弯绕绕还真不好说。好说呀，新老之战，老将全力以赴会被说是以大欺小，有失风度。输了呢，有名声扫地，惹人耻笑。而对于新人而言，在公众场合让前辈下不来台，失了面子，显然对今后发展不利。两者如同打太极，你退我进，双方都意在展现技术，而不下狠招。这样一来，可不就成表演赛了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现在也是。这可是场货真价实的对决。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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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王杰西这个家伙居然吊打小朋友，还要不要脸呢？他们俩到底是有血海深仇还是怎么地啊？居然下这么狠的手。不过队长，这怎么看也不像王杰西的风格啊。像不像王队的风格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再说那孩子被吊打，还为时过早。什么？驱散粉，冰霜，钻孔针，左边路已经封死，右边有障碍。好，避到边缘了。高音姐会失误吗？你。早就算好了吧。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，英姐？封锁位。这场根本不存在失误的退场秀。实战中，如果对方被逼至地图角落，作为魔道学者，最基本的攻击手法是什么？封锁位。怎么封？用熔岩烧瓶之类的技能将对方逼到地图角落。光剑是红血，如果对方要逃呢？拦下来。然后控住，最后全力出击。